初学者该如何挑选一把性价比超高的二胡呢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专业老师是如何去挑琴的。首先要看琴皮，菱格要均匀，薄厚要适中。其次，我们看一下整体做工的精致度。专业老师比对音色，进行二胡开音调琴，换用不同的配件进行多次调试，多次比对音色。使音色达到最佳状态。检查无误后精美打包。想要购买弦音精选二胡可联系我们窝，现购买享优惠零基础录播课5课时，以及弦音演奏音频U盘1个。